就是别人好像很喜欢，但是你不喜欢的。蘑菇。哦，蘑菇。哦。蘑菇。那个很好吃啊。我觉得呢，我自己觉得不好吃。就是mushroom 对吗？对。啊，对对对。啊，就这种蘑菇对吧？很好吃的。嗯，你为什么不喜欢？我觉得蘑菇的不干净，味道啊，味道不好，也有很不好的口感。哦，口感对吧？嗯，口。哎，你知道那个榴莲吗？我有durian 对吧？你吃过吗？我没吃过呢，没吃过，但是我听说过，听说过啊。这个奇怪，对，有的人很喜欢，有的人特别不喜欢，味道都觉得不好，味道都觉得嘛，对，吃就更不喜欢了。我吃过一口，我就把它吐了。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特别喜欢，但那个东西很贵，那个东西，对吧？那个很贵，那个水果。榴莲，我的舅舅他去中国，回来美国的时候，他带来durian 的甜糖哦，榴莲糖，durian candy 对吧？榴莲糖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觉得，durian 糖的味道，味道有一点。对，你有什么东西是不敢吃的吗？不敢吃的，不敢。don't dare to eat。我觉得我很喜欢很多食物，很少有不喜欢的。那我说一种，那个肉啊，有一些动物的肉，比如说蛇的肉，蛇的肉就是那个蛇的肉，是这样写的吗？这样 K， 我觉得很多人是鸡的心还是鸡的心，他的奇怪的事情，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，不敢吃。你是不敢吃的对吧？这些动物的，就动物的里面，那个 organ 的吗？是吗？对啊，是不敢吃。但是我吃过。你吃过鸡的心，鸡脚。鸡脚没关系。鸡心，在中国鸡心呢，鸡肝呢，这个是很流行的，就是大家很喜欢吃的，味道很好的，我可以。对，我那个鸡心是很有营养的，营养你知道吗 ？Nutrition， 对，很有营养的啊。我们家养鸡养鸭啊，每年都吃啊，这个无所谓。你们美国不吃的对吧？对，不吃常常吃的事情。在国际的饭馆，可以吃啊，可以吃得到鸡心，但是除了国际的饭馆以外，我没看过鸡心，对，没看过美国人做那个，对吧？对。蛇肉呢？比如说蛇的肉，美国人吃吗？蛇的肉，蛇的肉，我听说过，还不错，所以。如果我有一个机会，我觉得我会吃。
我不敢吃，这个我真的不敢。蛇，我最害怕的动物就是蛇，啊，最害怕的动物就是蛇，我不敢吃蛇。这个。蛇主吃吃吗？很多人也吃，但很多人不敢。这种肉。在美国，你们吃吗？哦，这个英语。在美国不吃，但是，我觉得，我觉得那是一个。你是说可爱的意思对吗？哦，可爱吗？国家很，在中国不吃这个东西，在中国不吃。但我看到好像，对，好像是在德国，好像是在德国的话吃这个。我觉得可能对啊。有的国家在哪边有很多国家对呀、喜欢吃。就这种我不敢吃，我不敢吃这个。中国有臭豆腐对不对？哦，臭豆腐很好吃的。对，你吃过吗？没吃过。我没吃过，我听说过一般人喜欢吃，一般人不喜欢吃。对，如果我去中国的话，我应该吃。对，可以吃。那个就是一点点不好闻，很好吃的。它是那个豆腐坏了，这个豆腐坏了，然后把它放在油里面，去炸 the fly。然后它没有。不会肚子吃坏的，很好吃的。